厌恶便利，你只要便利，再远的路都会到。你只要便利，再高的山你都爬上去。那你意志力非常的不简单，非常的不容易。所以咱一定要相信，道经历经有问题。人事虽然有真有假，但是咱的度量绝对不能假。咱若度量心一假，咱必然就是负面的能量。咱若心真正真呢，你必然是正面的能量。所以咱过去信佛，伊是先修道必经嘛，伊是先修道必假嘛。啊，真假你个，咱的心真假在你我这一颗心。怎么样去辨别？所以一切如我刚说过嘛，所有一切的东西就是缘起，缘就是都加过嘛，投影里面的关系。这个刀片，这个刀片的时候打出来，这两件物件，那是一个影像，各位千万不要把它当真。那来看到这个影像，去了解伊的内底的真实意，那怎么能解决咱的？咱的主心，所以这个世纪叫做唯物主义。唯物主义就是讲，这个世间呢，无道啦，无什么仙，无什么神，无什么佛啦，只有佛才是真的。那是谁说？谁说？为人讲，讲啊，道是偌好，啊，人是偌好，有钱是好。共产的思想，对不对？有钱下底还当平民，有钱。有当时好兵个百姓还受难，有钱白起啊，当时就反面形象。为啥呢？会啊，因为咱的认知无同款，咱讲你自以为，甲三维内底去认知时，有当时咱所看的物件，哪怕物质当作咱的救命，安尼咱惨，咱就以物质所讲的说法，所以呢，物质以即马这个科技，伊甲咱鉴定出来这个面貌是安尼，物质就是由真金属的振动的量子，量子所组成的，再过由这个分子所构成的。啊，分子来对过原子、电子、中子、质子，那所组成后又发现还有更强的叫做夸克。现在都怎样啊？这个名字让怎样？但是夸克过分析下去就没有，就没有。好，啊，没有了，还有吗？因为佛讲过，一切万法由心所生，所以这条世纪以后呢，有几位跟着史蒂芬霍金，伊是一个残障人士，但是呢，伊手脚拢袂，我都唔做啊，咱靠唔住。伊发觉讲吼，除了这个夸克以外，个一个代表纬度，代表它的什么宇宙旋律？旋律。这个旋律就是咱咧听，咱咧弹琴，琴是是有迄个弦。咱听的是啥？是迄个声，迄个声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弦呢，拿依主来讲的基本的单元来讲，伊是由真侪、足侪、足侪的一维弦，无同款的振动的方式，所形成的叫做粒子。那如果把这个弦套在咱整个物质来讲，物质就是咱你看迄个大海，一望无边。那么这个弦的形成，大海所形成迄个泡沫。那个粒子型的海水的泡沫，你发现水呐，风一吹，有应声形成拢会起应，起应到到迄个足侪足侪气泡，有无？但迄个气泡呢，生灭、生甲灭当中，拢一直不断的变化，所以人生很长，人生很长，人生一世如，人生的一世如初无一世嘛，所以呢，咱在现实的世界里底，其实就是宇宙弦所演奏的一曲。非常壮丽的交响曲，人生百态，酸甜苦辣，飞黄翅膀，好多好多的花花世界，咱看到拢眼花缭乱。但是《金刚经》的话讲，这一切的一切的法都是梦幻化，梦幻化。但是众生的执见说，你碰到梦幻化，我不会相信，为什么？因为伊无法度去提升的也正之理，所以呢，佛讲讲，既然一切法都无法抛下，诸罗有如烟，咱应该啥？应作如是观。那么一切有形成为生灭的过程当中，在咱看讲，哇，一世人咧过这么样等，度日如年。
七年，今年进入到第八年，有进步。哦，就好像昨天、前天发生的事情，很快。所以我跟人讲讲，这个疫情救的话呢，其实看电影很快，电影的剧情呢，拢在一点钟、两点钟就演完，演完了呢，那个电影做完了，你感觉讲，忽然间醒过来了，那些不是真的。所以。